这个检方是连说都不能说，因为他提出来就是说你这个是你就算去 meet 你原来是这个 DOJ 的员工，你就算去跟他们这个中国政府啊去 meet， 你是 personal 不是在 DOJ 的 capability， 你不是以这个这个司法部工作的这么一个身份去跟他们 meet， 是你个人的，他们就是不让他谈这个问题。但是你知道Shrink 说了个什么吗？就 Scott 说 DOJ 这个门你们之前把这个证据已经引出来了，就是那个 protest， 我们 protest 里面举了张牌子，里面有 DOJ 嘛，是你们拿出来的，我们没想拿。你现在已经把这个拿出来了，你说我们在这儿搞暴力抗议没有源头，我们必须可以，因为你说我就可以 cross， 你提出来的我就可以 cross， 他们叫做 you open the gate， 是你们打开这扇门的，所以最后法官就妥协了，就是你可以说但是不能进一步问，就是最后 Higginbotham 他是 DOJ 的员工这句话一定会出来。对。